好，各位观众朋友，早安，大家好，欢迎收看智霖体育台为您转播今年第11届的胜球杯的比赛啊，在青庄的琼林球场来举行。这场比赛是进入到第二天了，第一场比赛是土城国小要对上台东的新生国小的比赛。那这场比赛的转播工作就由我林世廷，及今天荣幸邀请到我们胜球杯的编辑部的小编张雅文来担任我们的赛评。雅文你好。各位喜爱胜球杯的观众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好，那今年的这个胜球杯其实也是非常的用心哦，还有这个找到这个业界哦比较其他各方面的一些专业人士哦来到场哦，不管是说是防护员啊，或者是说一些整个营养师啊等等哦，其实都给小朋友一些很好的一个观念。那像是这一次胜球杯，我们特别除了大会的秩序册以外，另外制作了一本别册，我们名字叫做《好好玩棒球》。顾名思义呢，我们希望小朋友，当然除了球技的精进之外，其实有很多可以帮助他们的，比如说对运动方面如何营养，让自己可以长得更好，发育得更好，或者是说运动伤害的防护方面，我们希望提供他更多的一些知识面的增进。好，这场比赛要来开始啊。土城国小先攻，打接是第一棒的陈其任。新生国小这边派出来的先发投手啊，是北号五号的杨善彤。整体的球速也有来到96公里这样的水准。今天比赛第二天的整个天气跟昨天来比较啊，其实差距蛮大的。昨天一早啊就是一个大太阳了，那今天看起来这个气温以及这个天气的感觉是比较舒服的，只是风量是比较大。那这样子对整个野手的手背来讲哦，可能要多加的注意哦。现在这个风应该是稍微对打者比较有利哦。今天是很强的一个顺风啊。其实因为我们这个比赛在秩序册就有提到，好像是要求选手不能投变化球，所以其实都可以看到小选手们，他们可以全力的去吹球速。好，看到这个球，找上二垒手，刺杀出局。其实这样子的规则也是在保护小选手了。毕竟变化球其实对于整个选手的手背啊、手腕的整个力量的要求又更高。那如果说小选手现在这个阶段呢，还在发育的过程，贸然去尝试这样的变化球练习的话，其实对小选手的整个发展是会有反效果的。对，而且小朋友的都还在成长发育，其实很多变化球，其实他也许现在他的掌握度，就算他现在硬要去练，可能掌握度也不会够好，甚至反而造成，其实我们不要认为运动伤害好像只有在于冲撞时候会发生，其实训练过度也是一环。那其实以投手来讲，你手指头，你为了要去练变化球，你的夹球方式如果一个错误，或者说你的手的能力还没有达到可以去做的话，那其实有的伤害可能现在不是马上看得到，但长远来看其实是会有影响的。那其实我们看到，其实小球员这个球速比较慢的状况下这个投出来球也有变化球的效果，有点小变球的感觉哦。是啊，而且其实棒球其实蛮有趣，因为在户外打球其实环境气候都会有影响，甚至说比如今天天气是比较热比较冷，对于选手的整个，我们常常讲有时候投手好像
前面一开始为什么很多投手在第一局比较不稳，可能一开始热身还没有那么的开等等的，就是他有很多因素会影响到，甚至像今天风比较大，也许他的球也变得比较容易跑。好，刚刚的第二棒黄哲瑞呢是遭到杨胜统的三振，两人出局。打击现在站上的是第三棒刘子庆，连续两颗球都是挥棒的速度比较慢一点。今天风真的比较大，真的，我们坐在转播室里面都听到风声在耳边呼呼响啊。两好两坏，偏高的坏球啊。就这球打高了，内野的冲天炮，来看一下一垒手，哇，接不住。这个落点其实，我想一垒手是最有机会的了。再看一次，不过后退接球确实有它相当的难度哦。有时候看球观众会觉得说，哎，怎么就是会不快一点这样？可是其实对球的落点，尤其是我们一再强调，今天风很大，其实就算是看职业比赛，其实风大也是会影响这个选手的一个判断，而且往后退后真的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刘子庆。现在是站上一垒垒包，打击接下来要面对第四棒的于彦成。哇，这个球也是打高了，最后是让投手来处理了。哇，可能还要记得喊声啊，刚刚跟一垒手有一点点差点撞在一起了。三人出局，这半局没有任何的得分。待会来看到新生国小的进攻。
回到比赛的现场，进入到一局下半，来看到台东新生国小的进攻。杨山泉这一颗球打穿了内野的防线。新生国小昨天的第一场比赛好像就是以大比分来获胜啊，就来势汹汹，首棒就先安打上垒。杨善权现在站上一垒垒包之后，打球来面对的是第二棒的林宗富。还是稍微牵制一下。其实在昨天的比赛看起来啊，真的球队的教练蛮常运用这样道理的战术，也是刚好在这个国小的阶段啊，其实捕手的背力还没有这么好、啊、本垒到二垒之间的距离对于捕手来讲啊，其实还是比较远一点呢、啊。不过今天看到土城国小的捕手，感觉这个身材哦，算是相当魁梧啊。对，所以感觉他的背力应该是足够的哦。看看新生国小会不会挑战他。其实看少棒比赛很有趣的，就是说你可以看到球员这个个子的高矮，有时候会有还蛮悬殊的一个差异。而且很有趣的说，通常虽然很多都是身材高大的去担任投手，但是我们现在也不一定哦。哎呀，这一球，哇！结果二垒手，其实已经锁定这个球的落点了，但是手套合起来的这个时机点不是掌握这么好了，接球的位置似乎太高了一点。以至于这个失误、哦、林宗富是站上垒包，那一垒的杨善权现在是来到二垒的位置。轮到第三棒张家宏的打击，看一下这个球打得强劲，在左边方向落地形成安打，二垒跑者绕过三垒垒包回到本垒得分了，这也是今天两队的第一分了。这球打得很平哦，所以二垒跑者很好判断，很等于是马不停蹄的就直接从二垒直奔本垒啊。轮到打击的是第四棒的杨善彤，杨善彤跟这个杨善权呢、啊，应该是双胞胎兄弟啊，同年同月同日生。好，这个球直接走上投手了。下球处理之后传向一垒，但是这个球，哇，传偏了。那、欸、还找不到球。哎、欸，那这样子，一二垒的跑者都回来得分了哦。那这个球如果说是到了场外呢，规定是只能推进两个垒包了。哎、欸，不过这里，
好，没有问题。可能因为这个球并没有说进到一个死球的状态。嗯。哇，今天土城国小的这个守备的内容真的是出现蛮多瑕疵的。其实有的时候投手前的滚地球、反弹球，教练都会希望投手啊跑小跑步的几步，再去抛向或是说转向一垒，因为他们平常对投向本垒的投球方式其实比较强劲的，跟一般传球的方式是不一样，所以如果太紧张，那直接很想要快速的投的话，有时候就很容易像出现刚刚这样棒标的情形、啊。嗯。在一局下半了，现在土城国小已经丢了四分了，但是目前还没有抓到出局数啊，这是比较需要担心的部分了。这一棒打击出去，在右半边方向传出了内野的防线，一样是把队友送回家。陈家威带有一分打点的安打。其实土城国小只要把守备的稳定度哈加强，一个一个来抓，因为其实刚刚有至少两个球都是有守备机会，那只是没有把握住。连续两个偏高的坏球，面对的打者是第六棒的王科俊。哇，这应该是哦，没有触身球啊，蛮接近的了。连续三个坏球了，这时候再等，直接保送。现在场边教练喊暂停了，哇，直接换了，跟中外野手去做一个调换。其实，在哨棒。就是选手有各种的守卫，几乎很多选手都是像工具人的角色啊，做不同的一个守卫的尝试，这是很常见的。这一方面是说，我们在这个三级棒的阶段，像上半阶段也是有对投手投球局数的限制啊，对小选手要做这个手臂方面的保护，尤其投手其实是一个。蛮消耗的一个守卫啊，所以等于说让不同的选手也都有这个上场投球的一个机会，也避免说好像比较主力的投手会太小就被超过度。其实，在这一次胜球杯制作的这个别册啊，好好玩棒球里面，我们其实也有访问到像从事这个运动伤害防护的专家。那他也提出的建议，也特别强调说，其实过度训练啊是很多选手运动伤害的一个主因，因为很多人都可能以为说，比赛中的冲撞、滑垒啊，或是为了扑救球，或者是被触阵球打到，这个才叫受伤。那其实训练的时间其实是比赛更长的。那其实如何正确的一个训练，或者说训练之后的修复？保养其实是蛮重要的。
那这次我们大会特别制作这个别册呢，也提供给各队，那希望让这些小选手啊、家长啊、教练，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其他不同的一个知识，然后能够让这些小朋友可以在营养啊、运动伤害的了解，还有在运动心理层面都可以有一些知识的增进。那其实我们也知道，投手在整个守备端呢、对于整个球队来讲算是非常核心、非常重要的角色啊。那在少棒阶段呢，比较有潜力的选手，其实就像刚刚这个雅文讲了，就是工具人啊，能投善打，又可以补。那通常这样的选手是在未来哦，可能发展性就比较多元一点。其实，在少棒时候，要讲未来就一定会怎么样，其实真的都还太早。像这次在好好玩棒球的这个别册里面啊，也有访问到很多，包括像前职棒选手啊，王成浩哈，或者是说，像台师大的一个体育系的老师李恒儒老师，他们其实也都常常提到，就说选手其实你在学生棒球阶段的时候，还是多元的一个尝试，因为你不能只想说哦，比如说你少棒你打第四棒，难道你以后长大你真的永远都是第四棒吗？就说你整个发展性可能要随时的去做调整，甚至是说棒球可能不是唯一的一个，当选手可能不是唯一的一个生涯考量。其实整个棒球的产业，包括主播你所从事这个工作，我其实也是棒球产业的一环。对，其实也不是局限到一定要只打棒球啊。其实现在整个尤其是这个少棒的阶段呢、大家都是让这个小球员来尝试啊，都是抱这个多元学习的这样的一个立场，让小球员来参加球队啊。那不管球员以后是不是要继续打棒球啊，我相信在球团呢、学到的东西啊，不只是这个棒球技术啊，以及人格的教育，我想这也会成为这个小选手长大之后一个很美好的回忆了。对，尤其是这种团队的一个合作，这可能是蛮特别的，这可能真的是尤其是在球队比较有特别这样的一个要求，因为你说学生在其他学术方面的表现，那可能真的比较个人的才能、个人的一个发挥，可是棒球绝对不是只靠一个人，你就算有一个在就是才华洋溢、天赋异禀的一个选手，光靠一个人不可能都打好成绩的。好，现在打击轮到是第八棒的宋浩宇，现在满垒的状况啊，没有出局数，哇，这个半局土城国小已经丢了五分了。要来看换上第二任的投手陈希任啊，能不能够发挥止血的作用，结果挥棒落空，三振出局。陈希任的球速比较快啊、刚刚用内角球勇于跟这个打者对决，收到效果。好，来看一下这个球，直接落入三垒手的手套。哦，没有人出局的情况之下，已经连续在满垒进行解决了两个人次了。来一个慢的，这个球偏高。看一下本垒后方的界外啊，捕手没有机会。
看一下这个球，传向二垒，刺杀出局，换上了第二任投手陈其任，成功的去止血了。在这个半局有新生国小是6-0啊，暂时有6分的领先。好，比赛进入到第二局，在上个半局呢，台东的新生国小一口气拿下了6分呢、目前6-0的领先。这棒打击出去在中间方向，结果是投手自己来处理。我想刚刚投手这个传球动作就做得很标准哦，他就往一垒多跑了几步，再轻轻的抛球，那这样子传球稳定性就会比较好。轮到第六棒江瑞宏的打击，身材相当高大，看他的挥棒速度也是蛮快的。这个球没有触棒，看一下三垒手的处理，接到球之后往一垒传，抓到第二个出局数。好像判定他上垒，是不是有妨碍跑垒吗？哇，如果说有上垒的话，那应该是刚刚在整个守备的过程呢，有对跑者进行干扰了。那现在江瑞宏是上垒的状况，要看到第七棒高一鸣的打击。高一鸣也是土城国小这边的先发投手，不过在刚刚的那一局投球啊，是连续的被敲出安打，马上被教练给换下来。连续两个好球。
挥棒落空，三振出局。投手球速相当不错，这个挥棒速度完全跟不上。这个球，来看一下跑者先起跑，哇！结果传球的时间点哦，是站在新生国小这边了，但是这球没有接好，比较可惜了。太急着想要触杀跑者，这球还没有接稳就要做动作了。但时间是有机会的。打到了棒子的尾端，这球跟游击手的配合默契没有抓好，投手想牵制啊，结果转身过去没有人。哇，结果没有出棒啊，这个球判定是好球啊，三振出局，也是抓到第三个出局数。这半局没有任何的得分哦，那这半局也缴出了两张老 K。目前新生国小还是6-0，暂时6分的领先。
回到比赛的现场，进入到二局下，轮到青山国小进攻。土城国小这边呢是比较可惜哦，目前为止唯一一支安打，也就是第三棒的游子庆，敲出来一支内野安打。我那支安打也是因为场地的风势比较大，造成这个青山国小的野手判断不是这么的精准。那除了那支安打以外哦，土城国小在这场比赛的打击是完全被封锁住了。不过第二任投手目前表现相当不错哈，在上个半局临危受命，满垒没有人出局的情况之下，最后连续解决三名打者。这个球打得相当的深远，不过运气不好了。直接落入中外野手的手套。轮到第三棒张家宏的打击，上一次打击敲出了一支一垒安打，带有一分的打点，拿下这个球也是打高了，在左边方向左外野手直接接杀。换上这任投手之后，好像土城国小连守备都稳定了下来，也稳稳的抓下两个出局数啊。打第一个球啊，第四棒的杨善彤。其实少棒比赛的起伏有时候真的很大，有时候可能这个半局一下打一个大局，然后再来又突然熄火，这是还蛮常见的一个情形。看一下这个球打得强劲，左边方向直接滚到界外区。其实刚刚雅文讲了，这个在棒球比赛当中啊，偶尔的大局，那偶尔是打击熄火，其实这样子的状况对于这个少棒的选手来讲又更加的明显了。先来看一下这一个球哦，在左半边方向哦，在这个半局三个出局数都是外野手来解决，三上三下没有任何的跑者出现，目前的比数还是6-0，青山国小的领先。
赛进入到第三局。这场土城国小对上新生国小的比赛，在新庄的琼林球场来举行。打击出去，右半边，哇，差一点点呢，我们右外一手没有办法把这个球给接住。土城国小自从换投手以后，手背稳定下来，上个半局让新生国小三上三下之后，现在也开始发动攻势了。江志安这次安打也是帮助土城国小率先站上得点圈。因为我们刚刚提到在少棒阶段这个球员的表现起伏更容易，这个落差很大，可能一个半局一个大局，他可能突然又起火这个情形，所以其实攻防的气势转换有时候变化很大，那有时候这个改变有时候就在于想法。这次的胜球杯特别有做了一本好特别的别册，叫好好玩棒球，其实里面我们就有访问了营养、运动防护，甚至是运动心理方面的专家。其中在运动心理的方面，这次其实是很奇妙的哦。里面就有提到说，其实如果你一直给自己很正向的肯定，比如说你不要去想说啊，我不要被三振，不要被三振，而是你要去想着说，我要怎么去吃击中球啊，我要怎么去积极的那个上垒，想好你的一个作战一个策略，有时候反而会收到一个正面的效果。来看一下这个球，直接找到三垒手的接杀。那像亚文刚刚讲的这个棒球好好玩，这个小册是选手可以自己取用的吗？对，这次大会特别就是提供各队在联盟秩序册都有提供给各队，所以其实我们希望让小球员们你除了在比赛之后，你可以来翻翻这本小册子，甚至也很欢迎，就家长你们也可以都看看，怎么样？我们也可以在其他什么方面来帮助的小朋友，怎么？也许他怎么吃，可以让他们的运动表现可以更好，甚至说，其实像尤其是运动伤害防护这很多的观念，其实要从小建立啊。因为我们可以发现到说，很多这种专业方面的一个资源啊，其实都是要比较大才会接触的。哎呀，这球到垒了。好，刚刚这个第二棒的黄哲豪敲出一支中间方向的安打之后呢，再上一垒垒包，现在又到垒的战术成功，来到二垒，所以现在一人出局状况下，土城国小攻占二三垒，要轮到第三棒游子庆的打击。土城国小现在气势好像完全不一样了。好，自打球哦，这球判定是界外。其实我们刚刚提到说，在很多的一个专业的知识方面，其实往往球员他们可能都要达到比较高一点的层级才会接触到。就算是这职业球队，好像也是这几年才开始有心理方面的这个专业人才进驻啊。但是我们可以发现到说，其实我们说常常说一个球员的心脏够不够强啊等等，就是说有很多的专业的东西，其实我们希望说透过这一次啊，虽然只是少棒。我们先比较深入浅出的方式来做一个简单的介绍，让他们有一些，也许他之后就可以知道说他可以寻求哪些的一个专业来帮助他们。所以这些小册子我们选手可以自行的，对，自行的取用啊，拿回家看哦。那如果说有家长或者是观众朋友到场的话，也是可以来取用的，毕竟这些小册子上面的观念都是教导正确的观念。hit 到了，来看一下场内的状况哦。这个球，对，打在全垒打墙外哦，所以是一支场地的二垒安打。二三垒的跑者都回来得分。
于彦成，这次二垒安打带有两分的打点哦，也帮土城国小率先的拿下了这两分。那我想，这个小册子哦，不是选手，不是只有选手该拿，我想教练应该也可以拿回去看一下，可能对自己的训练上面的一些方式，可以稍微做一些调整，或者是说做一些参考用。是啊，里面我们这次也有访问到一些其实跟棒球相关的产业，或者说前职棒选手的一些人生的一个经验谈哈，大家可以发现到说，希望给这些小学们都有不同的思考。那我们也知道说，现在也越来越强调说，不会像过去啊，认为说打球好像就只是不爱念书的小朋友啊就去打球，不是这么一个二分法。那其实我们也从这些前辈的例子们，我们希望也鼓励这些小朋友说，你们不要太早就放弃学习。事实上，有学习其实对于你有时候解读场上的比赛，其实可以更有帮助。甚至说，包括我们所刚刚所讲到的，你要有学习的欲望，你才会想要去。除了练习，当然还是你要努力的练习之外，你会知道更知道怎么找方法，避免自己受伤，或者说有其他什么样的一个资源可以来帮助你。场外来看一下这个球啊，形成了不死三振。林善杰现在站上垒包。我这球二垒的跑者第一时间点的起跑哈，非常的积极。不然这个球其实没有滚得很远，而且是往三垒方向，可他还是跑上了三垒啊。哇，那这样子其实投手的整个心理观感会非常的糟糕啊，因为刚刚已经三振的打者了，已经又是打者挥棒了，但是没有抓到出局数，这也是比较可惜的地方。攻占一三垒，现在土城国小在这个半局拿下两分之后呢，要上场打劫是第六棒的江瑞宏。投捕之间对于一垒的跑者还是比较多看管。起跑了，这里双盗垒，双盗垒。这个球啊，其实这个捕手在传啊，跟投捕之间还有这个二游啊，没有去注意到三垒的跑者。有可能会出现起跑的这样的动作。那在这里双盗垒的战术成功哦，不止一垒跑者倒上二垒啊，三垒的跑者也回来得分了。来看一下这个球，落地是落在界外。这球如果落在界内的话，也是有可能上垒哦。那选手有可能会赌赌看他会不会滚出界外，不过这球因为就在线边哦，一个反弹马上就跑到界外，赶快把它捡起来。结果挥棒落空，三振出局，也结束了这个半局土城国小的进攻啊。那这个三振也代表着刚刚的双盗垒战术真的是有价值哦。3-6，现在土城国小追到只剩下三分的差距。
赛来到三局下半，新生国小进攻，来看一下这个球啊，直接挑战一下一垒手哦！哎呀，撞在一起了，哇！这个很拼哦！哇，直接倒地不起。两位选手啊，大家不要小看哦、啊，真的是由于时间点真的非常的接近哦、啊，所以一垒手在接到球之后是直接冲刺回到一垒的，加上打者，我们再看一次，速度来说是一垒手会比较快啊，那这个判定奥斗是没有问题了。哇，两个完全是撞一起了，而且他的这个左脚的脚踝呢，应该是有一个内翻。这火车对撞，这个冲撞力是很强的。防护员上来啊，确认一下伤势，果然哦是没有办法继续进行比赛了。那在跑者的部分也要来看看。哎，是还要让他继续吗？应该是没有了。现在教练在问他的状况。其实刚刚的像这样的，刚一垒手是接到球要去踩一垒垒包嘛，那他选择的也是就是横向然后直线的，想说就是去踩垒包之后，哦，直线的冲出去，那刚好就跟往一垒冲刺的跑者这样直接撞在一起。那一般来说，其实整个投手的补位也是可以去做一个尝试啦，但其实就这个一垒手的角度而言哦，他尽量能自己处理的球就不要让投手来处理哦。不过刚刚那个球一垒手的确是自己，你看他自己去踩垒包才来得及的，因为投手刚刚补位也是来不及。不过只能说但很多也许也是需要一个经验的累积，像他刚刚也许可以选择说甚至说是有点滑了，他等于说我们知道垒包有四个面嘛，因为他刚刚是选择说，我说他是选择直接往一垒界外方向等于横着跑过去，所以等于说刚好是会跟跑者变成是一个交叉而对撞，所以预防冲撞其实也是棒球选手要去学习的地方。像二游在处理一些双杀球也是很常常会遇到跑者滑垒，所以如何在传球的时候能够闪避跑者的一个滑垒，这也是蛮重要的。所以其实学习保护自己，这其实也是球场上很重要的一环。所以一垒手应该是已经退场了，对，他下场休息了。刚就这个慢动作来看，他的脚踝应该是有受伤的，但这样的扭伤哦，第一时间是不会发觉的，因为现在身体还是比较热的状态哦。但是可能经过一段休息之后，就会开始出现红肿了。在打击区这一边呢，三振掉的打者是第六棒的王科俊。啊，后援土城的后援投手上来之后，已经连续解决了八个打者了。所以我们也提醒小选手，真的就是如果你有任何的一个，来看一下场内的状况，这个球考验一下三垒手的传球能力哦，非常的不错，抓到第三个出局数，这半局没有任何的失分，比数依旧是维持在6-3，三分的差距。
场比赛进入到第四局。土城国小的进攻，刚刚土城国小先发的叶雷手哈，因为脚踝的跟跑者的冲撞，脚踝扭伤已经退场。那这次我们大会特别制作这个好好玩棒球这个别册呢，里面其实也有对于小球员灌输一些对于运动伤害防护的观念哦。那像刚刚小球员这种冲撞受伤，就像刚主播提到，也许他现在因为身体正热哦，可能不觉得说有很大的疼痛这样。那其实我们其实在这次访问里面，医师也提到，有小球员他可能疲劳啊、疼痛啊，有时候其实如果没有经过，最好还建议还是先经过这个专业的医师哦，先诊断，因为有着很多的伤害，可能不是你自己以为的那么轻微，里面伤到什么程度，哦，真的还是要专业的医师来协助判断啊，不要自己哈很随便的去直接就去找人说啊，我去推拿啊、放松这样子的，那可能会造成更长远的一个伤害。高一鸣刚刚的打击是打成了内野的冲天炮，遭到二垒手接杀。外桥偏高的球啊，机器出棒，挥棒落空。打击轮到是第八棒的汪祥恩，在上一次打击是遭到三振。这球来看一下中间方向，谁该去接？哇，就是落地形成安打，在这个三不管地带啊。游击手跟中外野手其实都没什么机会啊，那可以说最接近的应该就是游击手了，只是游击手是在后退的过程当中啊，这个球也是比较难掌握啊。第二局之后，这个新生国小的攻势被土生国小的第二任投手封锁啊，可是土生国小也从守备开始带动了攻击啊，上个半局攻了三分，现在又安打上垒啊。内角偏低，打击轮到是第九棒江志安，守备位置是三垒手，在上一次打击超出一次深远的二垒安打，一好三坏哦，这个球全心等，可是没有等到，球速形成满球。满球数情况有可能会采用打跑的一个战术哦。我们刚刚投手，紧盯着一垒的跑者，果然做了一个牵制啊。对。土城国小上个半局也频频发动速度战啊。那个球是直接接杀，哎。啊，没有去注意到了。两人出啊，这个直接是一个双杀的守备哦。那这个球，就跑者来讲哦，还是要稍微看一下，因为这个球的落点其实是外手非常的有机会，而且才一人出局而已哦，非常的可惜哦。这个跑垒判断的一些瑕疵，结束了这个半局，土城的进攻啊，目前的比数还是三分的差距。
四局下半，来看看青山国小的进攻。可能有现在刚加入收看我们直播的观众朋友，那再次跟关心圣球杯的观众朋友来提到说，我们这一次圣球杯大会呢，特别除了自序册之外，制作了一本叫《好好玩棒球》的别册，我们提供给其实各校的小朋友，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小别册。那里面我们把关于运动营养啊、伤害防护、运动心理等等的一些知识性的东西，我们用深入浅出的一个方式哈，我们希望小球员们，你们除了关注在球场上的成绩之外，回去不妨翻一翻这本小册子，应该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代打上阵的陈俊霖现在是获得保送，站上一垒垒包。这个球，哇，在本垒的前方哦，刚好捕手起身就可以做处理。那新生国小从第一局满垒没有人出局之后，被化解攻势啊，连续两个半局都三上三下。这个半局一开始有抱着上垒，也采用一个短打，想要再抢下保险分啊。现在陈俊霖站上二垒垒包，这个球漏掉了，那跑者直接到三垒啊，没有问题了。其实没有任何安打出现。陈俊霖获得保送之后啊，搭配到第九棒的林轩宇的短打牺牲，以及现在投捕之前的一些小失误啊，这个触身球哈、啊，幸好好像是打到护具。加上现在杨善权也是触身球，现在来到了一垒。独登国小叫出暂停。这时候追平分要上场打击了。更正一下，现在是新生国小进攻了，只是现在土城有三分的落后啊，而且比赛到四局下半了，比赛慢慢接近到后半段了，比分如果再扩大的话，其实对于土城国小来讲就非常的不利。刚刚看到防护员又上场去了，还是虽然有带护具啊，但是这个被棒球很硬啊，这个震动到这可能还是难免皮肉伤，还是难免的，来做赶快做一些处理。这次圣球杯除了制作这个好好玩棒球别册以外，里面访问的一些专家呢，其实在这礼拜的一个比赛当中也会不定时一起来看比赛，用参与转播，所以大家也可以
透过这个收看直播方式关心比赛，也可以听听这些专家分享的专业内容。好，来看一下这个球，林中富左边方向的安打，而且这个球杨善全是提前起跑了，跑得非常积极，加上在外野手的部分，两位野手是撞在一起哦，这个手背比较不是这么的干净。闷了三个半局哈，新生国小在这一局把握机会，现在要继续攻占得点圈。一人出局，现在二垒还是有人状况，来看一下这个球打在游击手方向哦，这位置让二垒的跑者没有办法移动，张家宏是遭到刺杀。第四棒，杨善彤的打击。今天新生国小还没有这个挑战图层，这个身材相当好的这捕手的一个主杀啊。不过现在二垒跑者离垒很远哦，那投手也频频牵制。这个球打在右半边落地形成安打，把跑者绕过三垒回来得分了，连续两次的安打，在这个半局为新生国小目前已经拿下两分了。就这时候再盗垒，才说完就挑战了对方捕手啊！我这球盗垒成功，不过这个球好像一个反弹又打到球员身上。防务员今天这场比赛很忙碌啊。这棒球真的是一个很容易产生运动伤害的一个运动，有的时候是你人要闪球，球就来找你。像这个球，它滑了下去，根本不知道说这个球的反弹哦会。不过幸好好像是打到就是比较背部的部分。哎呀，好像是要靠腰部。
直球挥了一个大空棒。第五棒的陈家威现在上场打击，今天也有一支安打的表现。这个球掉下来，主审捡起来判，三振出局，陈家威被送下场。三分六号，这半局新生国小再添分数，9-3，分数又回到6分的差距。来到第五局的比赛，土城国小要把握这个半局哦，因为我们在初赛的话也是有以时间来做比赛截止，就是初赛是90分钟，那这场比赛9点开打，所以如果打到9:30，土城还是落后的话，那比赛就是打了90分钟之后也会结束啊，所以这有可能是他们最后一个半局的进攻机会。哇，三振出局，陈其任遭到了三振。今天陈其任的打击并没有太出色的表现了，3-0。打第一个球来看一下，在左边方向，哦。漂亮，三垒手，我们的杨善权呢、啊？而且这个球接球的角度，大家可以去观察一下，是在后面哦，他是在后退的过程当中啊，背对球去把这个球给拦下来，非常的不容易。这球直接找上游击手，传上一垒没有问题。这半局三上三下，没有出现任何的跑者，要来进行五局下半。不过裁判这边是不是要做出裁示了？哦，应该是没有问题啊，要直接裁定比赛啊。由于像刚刚这个杨文讲的，我们比赛是有时间限制的，那整个时间算下来，
就算下半场啊结束也是差不多到时了，所以新生国小这场比赛9-3击败了土城国小，拿下了预赛的胜利。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要来进行高雄的屏山国小对上桃园华讯国小的比赛。